崂山道吗？是被苍生掳过。这就是真正的崂山。王生，你确定你是来求道的吗？师父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师父，是玄真，玄真杀回来了。女婿，好久不见，我会把随心卷交给你的。你以为就凭你们就能阻止我吗？到底是妖药灭人，还是人药灭人？天地玄黄，万妖伏藏。今只有找到崂山随心卷命定之人，谁也别想离开这里。崂山道寒玉无为煞，玉器自知。天地玄宗，誓要灭邪，三生法阵。天师，最好的机会了。